今天是4月1号，我要来介绍12月份某间超市所送的赠品。这间超市非常的大方，你不用买任何东西，只要使用它的 APP， 你就可以领取每天的礼物。那时候是圣诞节的日历，每一天都会送不同的东西，只要拿取物品，然后使用你的 APP 就可以换取物品。很大方，不像别的超市啊，要买个5欧啊、10欧、25欧才给你减1欧，或者是送什么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还蛮贴心的。这个平均的话，他送的东西大概有1欧到3欧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平均算，每一样物品只有1.5欧。这个有送这个巧克力，可以看到吗？这是其中一样巧克力，好，还有送这个豆子，还有送德国的苹果酱。他们的话吃法是把这个涂在炸的马铃薯上面。还有这个新品的饼干，还蛮好吃的，榛果饼干。当然还有软糖，还有巧克力，类似像金沙的巧克力。还有这个是100%的苹果汁，还有狗狗食品，有人需要这个吗？但是这是狗食肉类食物，应该带不回去台湾。还有哦，这个非常非常热门，非常难拿。我那时候大概花了2个小时，我去了不同的地点，柏林不同地点找这个巧克力，找到第5间，最后才找到，剩最后一包。这个很热门。还有苹果酱在柏林也蛮难拿到的，这个的话我是第3间我才拿到的。很贴心哦，他还会你吃完东西嘛，他还有那个送你纸巾，哎，吃完东西可以擦手跟擦嘴，超贴心的是吧？还有吃完的话，那些糖果甜甜的，有的没有的，还送你，还有那个有机天然的牙膏，是不是超贴心的？就甘心哎。还有冬天的时候，冷的时候，你又可以有护手霜让你来涂。所以你做完全部的话，你有心情，你可以画画，还送你铅笔6支，哎，这个有人要吗？可以送给你哦。大概就是这样。最后一天24天，我记得他非常的大方，他就是送个我忘记是2欧还是3欧的折价券，非常非常的大方，就是你只要去买东西，你就可以使用那个 APP， 就直接扣2到3了，非常酷。所以平均下来的话，大概1到3欧嘛，我们就把它算成1.5欧，总共24天，全部下来的话，就是大概今天超市送的36欧。换算的话，因为现在欧元比较便宜，30、31嘛，我们就把它算的话，这样就等于说12月份的时候物价上涨，德国还送了我们台币1200的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影片，拜拜。